Hello， 大家好 Sam， 咁咧我哋又嚟翻氹仔区一边，今日咧就会同大家睇一个氹仔区一边最顶尖嘅豪宅嘅，就是我身后嘅豪尚啦。豪尚咧，大家如果系氹仔呢一边居住，应该都听得非常之多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上去睇一睇呢一个氹仔呢一边嘅豪宅盘豪尚。豪尚嘅发展商咧就顺德集团啦，咁系澳门呢边最大嘅发展商之一嚟噶啦。喺呢个中央公园包住嘅豪咩豪咩豪咩嗰啲，基本上都系佢哋嘅。咁豪尚嘅位置咧就系位于澳门嘅氹仔BTE 地段嘅，呢个位置可以讲得上系成个氹仔最靓嘅地段嚟啦，望晒成个南环海景同埋氹仔中央公园景嘅。咁咧佢就系全澳首个融合咗大型商场项目嘅住宅啦，楼高咧系40层到44层嘅，总共咧系由8座组成，一共提供咗1775个单位，包括一啲开放式同埋4房单位啦。顶层嗰边咧仲有个系天际复式单位嘅，标准嘅单位面积咧系由505尺到2397尺之。特色的单位即是复式单位那些就是3884尺的。那在这么多的户型当中最稀缺就是开放式和一房。开放式的话是得7栋的 EF 单位才有的。那整个豪尚景观最好的就是向北那边。就望晒成个无敌嘅南华海景嘅。东面都不差嘅，东面我哋就望返个中央公园景啦。亦都系非常之开扬嘅，都系连接咗氹仔呢一边嘅大型商场啦，即系我哋成日讲嘅星号广场嘅。咁佢入面进驻嘅商铺咧都非常之多嘅，有宜家家私啦、8-8.5啦、超级市场啦、银行啦、餐厅等等嘅。饮食方面咧都有好多嘅，有千世啦、喜茶啦、鲜芋仙啦、星巴克都喺呢一度嘅。入面系劲多商铺，包罗万有，基本上系衣食住行都可以满足晒噶。仲会有一个戏院嘅，咁个戏院系有5个放映厅啦，当中有2个系特效厅嚟嘅。咁星号广场嘅开放时间咧系由早上嘅10点到夜晚黑嘅10点啦。如果大家上去搭巴士嘅都方便嘅。11号、30号、30号 X、35号、36号 MT 5都可以嚟到嘅，咁就唔讲咁多啦。我哋依家即刻上去睇睇个示范单位啦。咁首先咧，我哋会睇个2房嘅。咁入到嚟嘅右面咧就是一个饭厅嚟嘅。前面嗰度咧就是一个客厅啦，咁个 sofa 同电视嘅距离咧都足够嘅。然之后入到嚟呢边咧就是一个厨房啊，咁个厨房系一个 L 型嘅设计嚟嘅。大家见到嘅呢啲咧都系一个交流标准啦。出面嗰度咧都有个小嘅露台嘅。咁我哋出去个客厅度睇睇个景啦，咁个景嗰边咧就望翻横琴景嗰边嘅。虽然望出去啊，隔篱2栋楼嘅距离都系可以望到嘅。咁啊，因为佢呢个楼层较高啊，中间嗰度咧就望穿咗嘅。大家看到依家有少少夕阳，望翻个横琴景嗰边，其实都几靓嘅。然之后继续向前行咧，呢个就是我哋嘅厕所啊。咁大家见到嘅全部都系加好标准嚟嘅。咁间房咧都大噶啦，应有尽有啊。再向前行咧，就嚟到我哋嘅套厕啦。然之后呢个就是我哋嘅主人房啊，咁主人房咧都好大嘅，可以做到3边落床嘅。咁个景观咧都系房厅同景嘅，一样系望翻横琴嗰边啦。俾我哋睇一睇个3房单位嘅。咁入到嚟嘅左手边咧，大家睇到系一个6人嘅饭厅嚟嘅。上面整到啲吊灯喺度啊，咁我觉得啊，有个吊灯喺度咧，食饭咧就更加有气氛啦。至于点解我都唔知道。前面嗰度咧就是个客厅啦，咁我哋出去睇睇个景啦。咁个景嗰度咧就望翻中央公园景嘅，个景观咧都算开扬噶，但系就有少少扣分点啦，就系因为前面个大厦咧系遮咗少少嘅，不过整体嘅感官都开扬嘅。咁我入去个厨房我睇睇啦，咁厨房大家睇到啊，呢一度应该咧就系一个储物嘅空间嚟嘅啫，而呢度咧又整咗个厕所喺度嘅。咁大家睇到厨房嘅呢啲全部都系一个交流标准啦。咁呢个厨房咧就系双边嘅，左右两边都可以有个储物同埋摆位啦。咁整体嘅感觉咧系比较灵活啲嘅，前面嗰个都系一样啦，有个小嘅露台嘅。
咁因为门口呢一度嘅右手边咧就整咗个柜喺度嘅，咁呢度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整翻个入场柜啦。咁呢间客房咧都可以做到三边落床嘅，同埋佢个储物空间都足够啦。不过呢间应该系作为一个小朋友房噶啦，咁个景嗰度咧都系望翻个中央公园景嘅。右手边路是第一个客厕啦，咁个客厕呢啲大家见到嘅全部都系较标准嚟噶。咁好想呢度嘅单位咧，大部分咧都系房厅同景噶啦。然之后房嘅位置都大嘅，整咗个衣柜，仲可以做到三边落床。咁最后嚟到我哋嘅主人房啦，咁个主人房咧都系个套厕嘅，咁呢个个三房三厕嘅单位嚟嘅，有个企缸啦，有个浴缸嘅。咁面呢度系整咗个衣柜喺度啦，咁呢一间房咧系非常之阔落噶啦，呢度个面积咧基本上系可以等于出面嘅一啲开放式单位啦。OK， 咁我哋咧就睇完啦，咁佢依家剩低嘅一啲细积单位咧都唔系好多嘅，咁我哋依家就翻去同大家大致咁样计一计条数啦，因为佢呢个楼盘嘅一啲折扣都系比较复杂同埋比较多嘅。OK， 咁大家睇到个付款方式啦，咁个付款方式系分为 A、B、C 三个付款方式嘅，咁我哋其他两个系一啲特长付款期，咁我哋就唔讲住啦。咁就先同大家讲个 A plan 啦，咁个 A plan 咧，大家可以睇到啊，如果佢按照佢呢个嘅付款方式咧去进行嘅话就可以减楼价嘅 4% 嘅，咁呢个一个比较正常嘅一售楼嘅买卖 payment 啦，六个月嘅成交期嘅，跟住我哋睇睇佢嘅额外优惠有啲乜嘢。咁如果你一个澳门居民嘅话咧，系有 1% 嘅折扣优惠嘅。另外，如果你系顺德之友，即系如果你系有豪字头嘅一啲物业嘅话咧，亦都系有 1% 嘅优惠嘅。再嚟咧就到一个三选一嘅优惠啦。咁如果你系一个首置客咧，系有个 3% 嘅优惠嘅。跟住如果你澳门有一个物业嘅话咧，提供到个证明系可以享有 5% 嘅折扣优惠啦。有两个物业嘅话系有 10% 嘅折扣优惠啦。如果你是一个非本澳的居民的话呢，亦都是会享有返个 10% 的折扣优惠的。简单来讲即是免除了那个 10% 的海外印花税。跟住如果你是一个租客呢，亦都可以拥有 5% 的折扣优惠的。咁呢度嘅三选一啦。再嚟啦，如果你是豪商嘅一啲住宅嘅业主或者一啲兄弟姐妹都喺呢度有个物业嘅话呢，再喺呢度买物业咧，亦都会有 1% 嘅折扣优惠嘅。咁以上就一啲房价嘅折扣优惠啦。咁我哋睇一睇张价单啦。基本上大家都睇到一啲一房啊开放式单位咧，基本上就已经系卖晒噶。两房嘅货量咧都系唔多嘅。咁我就用一个三房嘅单位同大家计算一下啦。就好似以呢个37楼 C 为例嘅，咁佢系1622尺啦，1972万嘅。咁如果按翻个折扣去计，计完之后咧，大概就1637万左右嘅。咁大致上就是这样了。如果大家对豪尚这个单位有兴趣的话，欢迎加我微信的。OK，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我是 Sam，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